佩珊。他是金曲参赛者中争议性最大的明星，十几年来他的演艺之路始终走得跌跌撞撞，爱唱歌的梦想却未曾改变过。但从海选时他唱起歌来技巧太多，歌声太油的缺点让评审对他伤透了脑筋。美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少，你美吗？我们走别。说话他唱歌会比较稍微油一点，不要再油下去，不要再油下去。不过我还是觉得你稍微油了一点，油了一点。参赛过程中意外爆出的昔日感情史更是让大家对他的感情充满好奇，而已经饱受参赛压力却又要在大家的好奇心下公开这段感情。与昔日战友姚代伟合唱的《我要你的爱》虽然让他拿下了最高分，但心力交瘁的他终于在舞台上崩溃大哭。只要说声爱，为什么不，为什么不，为什么不肯说爱。告诉男人的就是，男人的世界里头有哥们啊，有朋友啊，有当兵的朋友啊，或者是有你的家人，可是女人的世界里头只有你。错只有错在你爱的人变成了天王，我爱的那个人变成槟榔大王。在战友的支持及评审的指导改正下，吴佩珊终于找回当初那个对歌唱梦想的小女孩，也唱出最真挚感人的歌声。所以说嘛，唱歌一定要转来转去嘛，你看看反应你就知道，唱歌就是要这样子才能感动的。小三，爸爸一直没有到比赛现场，主要是不想带给你压力，让你分心。那老爸呢，每次都是在半夜12点之后把电视开得小小声，就靠近电视用听的。人家说你很喜欢掉泪，很喜欢哭，可是啊小三，你每次哭的时候老爸自己也发现我也满脸的眼泪，所以我知道你是发自内心的纯真，你就这样去唱，唱出你最深的感情。小三，我们全班给你一个爱的鼓励。小三，加油！加油！让评审惊觉已经彻底改变的吴佩珊，她要让大家刮目相看。你却已变样。